高以翔两年前因为写真集露出两颗小红豆而走红，现在他是电影咖，又是国际时尚名牌广告模特儿，身价不可同日而语。其实我个人是蛮喜欢留胡子的。日前他为刮胡刀拍摄广告，据说厂商原本希望他露点吸引目光，但他坚持露点要加价。他有跟我讲的，对了，就是我说，他说，他们没有特别要求，就是开玩笑。想知道这两颗小红豆价值多少钱吗？根据工作人员透露，一颗就要10万元台币。所以影片中他拍摄洗澡或裸身躺在床上的画面都没有露点，即使这个动作照样保护得很好。壹电视张哲明采访报道。